马伊琍的私服很接地气，一点也没有明星架子，造型也一直没有太多突破。不过近日出席活动时，她在造型上却有了突破。她一身维果式复古风奇装造型优雅亮相，无纽扣西装，以腰带固定，凸显修身又贴合身材的线条，优雅装带着几分慵懒气质，穿起来更显女人味儿。深蓝色丝绒西装带着几分神秘气质，精致剪裁凸显马伊琍精致的直角肩线条，传统翻领被香槟取代， V 领与维果式设计结合，古典气韵浓郁。除了西装造型外，这次的发型也是让人开了眼界，一刀切齐耳短发发型竟然还时髦到特意染了渐变灰绿色，如此前卫个性对马伊琍来说无疑是个大突破了。吴美颜的怼脸拍，鼻尖一颗美人痣很显特色美，脸部光滑状态太让人服气。更多时尚资讯，欢迎订阅时尚风向标。